现在雨还在下吗？还是停了？还在下哦。首先谢谢你们，下着大雨你们还愿意听我唱歌，谢谢。然后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呢，大家好，我是严艺格。那谢谢。可能有些人在4-5年前有听过我，然后后来就不见了，因为我中间生了一场病，然后现在呢就是重新再回归，那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我也爱你。然后我看到你们两个也太恐怖了吧？你知道这前面这两个人啊，拿着最亮的灯牌，然后最恐怖的妆，我刚才唱到一半，我有点小吓到，但不错不错，100分，耶、yeah。然后，嗨，下面这首歌呢是王菲的《光之翼》。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，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，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，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，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，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，除了现实的天窗，张开透明翅膀，朝着月亮飞翔，搜寻最每一个现实的天堂，飞过夜的尽头，跟随我思想，偷月的文字透露愿望，安慰的话比亲密拥抱仿佛更真实的主意，在这种音乐季、音乐节、音乐季表演，然后非常谢谢全联。我记得2年前吧，我有去日本看这种就是很多舞台的音乐季，然后也是从早看到，我觉得很嗨。那你们目前听到现在听得嗨吗？这个人呢在旁边讲好嗨哟、哦，是不是？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好，那下面呢刚唱完两首比较轻快的歌，下面这首歌呢比较严肃一点点，那希望你们可以静静的欣赏，谢谢。
有手机的会有那种灯的，可以你知道举一下，很漂亮。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间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，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昏睡，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会黑，吵醒人心里的鬼，再有谁再隐晦，再体内是什么再把我摧毁，再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虚，并非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，他支配着行为，能摆脱寂寞，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无所谓。假装无所谓，再看不到心白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惨败，就会越多安慰。我要无所谓，谢谢。所以今天，哎，下面灯会照得到吗？想要看今天有谁有装扮，看一下。除了这两个非常恐怖的之外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刚刚看了，哎，你今天是什么？有人听得到吗？那个红色面具的，什么？哦，心脏。我刚才唱到一半，看到一个红色的东西，我想说，嗯，你的呼吸的孔在哪里？酷，太有创意了。
鼓掌鼓掌耶、yeah. 嗯，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后援会的那个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就是大老远赶过来。然后呢，其实他们有帮我做一套服装，是因为我叫严艺格嘛，然后他们就称我叫格格，然后他们就真的帮我做一套格格装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在想说，如果我今天穿格格装，然后在那边唱，然后再唱《寂寞先生》会很奇怪，所以呢，下次如果有那个演出的话，然后有嗨的东西，我一定会 ，I promise，OK，、okay? 我就会穿格格装。好，下面这首歌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那听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唱吗？可以吗？耶、yeah, ，掉了阿妹的。手机给我好吗？蛮兴奋的，因为除了可以在这边表演，还有表演完或表演前，还可以看到我这个舞台之前的，也看到那个大舞台的，所以觉得还蛮酷。然后很多很多东西逛，你们有去逛看吗？有吗？有没有觉得很多东西都很可爱？那等一下我也可以出去走走，是不是？什么什么？我有听到
因为我刚刚这边，你知道我在这个角度看那边，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招牌就是炸鱿鱼，所以就是唱到一半，哦，掉了炸鱿鱼，所以有点好笑。但是呢，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想说可能有很多大家都还没有认识我，那希望今天第一次认识我的朋友们呢，之后可以继续的听我唱歌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之前呢，都是翻唱比较多，因为有参加那个星光大道。那有好消息，就是今年年底跟明年陆续呢，会有一些电影啊，跟那个电视剧、偶像剧的那个插曲，可以听得到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谢谢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又是一首你们一定会唱的，这个真的是不唱不行哦。好，突然好想你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去的爱过，
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然后我不太常说我爱你，所以今天是你知道又跟平常不一样的装扮，然后又大红唇，所以想说其实我真的很爱你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舞台，就没有我，所以谢谢你们愿意在下雨的天气下站在这边听我唱歌，谢谢。然后要小心回去不要感冒哦。那今天最后一首歌，真的再次谢谢全联，然后希望之后他们再办这种活动，我可以继续唱下去。最后一首歌 Ain't No Other Man。